好了，到了，老兰家有那家，就这儿吃吧。哎，谢谢大爷啊，不客气，谢谢。有人在家吗？ 先喝碗汤吧，这煲汤的材料呀，是我从老家专门带过来的，里面有三七、枸杞、当归、红参，特别补。我经常炖给我爸喝，你也尝尝。三七功用：活血化瘀，改善血液粘稠度，改善微血管，恢复血管壁弹性，扩张血管。 奶奶，您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你奶奶她怎么了？托你的福，我爸没了，奶奶受了刺激，中风了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，你爸住院时候的一些细节。 徐清风，是你害死的我爸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出去。我也很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爸死亡的。查来查去，你不就是想推卸责任吗？不敢承认是你的错，怕给你一把刀的招牌上抹黑，不是吗？手术的前一天，你跟你爸喝过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这很重要。 我记得你说过，你经常给你爸煲汤，里边会放一些中药，你有没有放过？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别碰他！奶奶，是吧，奶奶？没事啊，奶奶，来，来，来，喝口水，没事啊。 你不是要查吗？不是要问吗？不是要说吗？说呀！又不说了是吧？不说你就滚！滚！我告诉你，徐江峰，除非你能让我爸活过来，否则我跟你没完！你这辈子都别想答应下来，滚！ 滚！